出迟脉如三书之重与皮毛相得者，肺部，金秋三月更新之气，如六书之重与血脉相得者，心部，火下三月丙丁之气，如九书之重与肌肉相得者，脾部，土旺四季，季下六月戊己之气，如十二书之重与金平者，肝部，暮春三月甲乙之气，按之至骨，举之来疾者，肾部，水东三月壬癸之气，心肺俱浮，何以别之？然浮而大散者，心也；向火浮散，浮而短涩者，肺也；向金浮色，肾肝俱沉，何以别之？然劳而长者，肝也，如木生苗土影，如而大，举止来时者，肾也，如若如水举重盛船。脾者中州，故其脉在中，是阴阳之脉也。千金一云迟缓而长者，脾也。